就在今天，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高云翔性侵案终于落下了帷幕。根据最新的听声记录表示，最重要的几项罪名全都是无罪通过，而且陪审团在表决过程中也是出奇的一致。简单说，谁说谎谁是清白的，澳洲人早就有了新政了。而获释之后，高云翔和王晶也是终于洗清了嫌疑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回来了。但是对于女当事人张欣来说，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不仅赔上了名誉，甚至连钱都没搞到，在澳洲华人圈也是待不下去了。其实不少人之前都在网络上给董璇留言，希望他转告高云翔，如果最后无罪的话，一定要提告张希，因为他这是诬告罪。只不过根据澳大利亚的相关法律，虽然张希的官司输了，但是这和诬告罪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，因为澳洲的法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性侵事件的受害者的，即便官司输了，女当事人不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。其次，对于高云翔和王晶来说，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抓紧一切时间赶快回国了，这个时候还去纠结要不要提告张希，绝对是很脑残的行为。毕竟回到中国之后，张希再有什么幺蛾子的想法也是无能为力的，如果一直留在澳大利亚，张希指不定想出什么招数对高云翔、王晶再度提告，比如申请经济赔偿等。从整个过程来看，张希完全就是自导自演了一场戏，要不然也不会回家就直接睡觉了。报案的原因是因为和王晶接吻的视频和主动去酒店的细节爆出，自己没办法和家里交代了，本来全家都觉得他是被性侵了，现在才知道他一直就很主动和不检点。张希要早和自己老公说了这些细节，老公都不好意思报案，还不够丢人的呢，他现在不后悔才怪呢。只能说澳洲法庭和陪审团的看法基本和国内网友的看法一致，就算是被曝得了抑郁症也不值得同情，他现在多半是骑虎难下，所有细节包括他自己投怀送抱深夜不归，跟去男人的酒店房间，智商真的有问题啊，自己不干净不检点，想事后博同情，真当法庭是他家开的呢？作为已婚妇女，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他自己不知道吗？让别人怎么同情他？并不是说那两个男的没有问题，但问题多半都在他身上，给了对方错误的信号。唯一对张希利好的就是他官司输了也不会因为诬告罪坐牢，但是婚姻生活事业女人的名誉什么都没了。